就这样，滚出来！啊呢？啊！就那小子，吃饭呀？吃饭？我想吃你，吃我。你也不是怕硌着牙？那你欺负我兄弟的时候？没考虑过死羊吗？闹事儿！啊，好，来啊！就这么两个犯人啊？宋哥，我还小，错，你们什么？错了，不懂事儿。来呀、啊，我来教教你什么叫懂事儿。把这个给我吃了，懂事儿。老费，我来是替你出头的，不是看着你被他欺负的。出头？要不你替他吃？我想让你替他吃。等什么呢？要我帮你啊？ 好吃吗？好吃，我在说好吃。<笑><笑>这种以后见到叫一声boss，听到了？知道了，老爷。滚！小飞，哥，拿两个棍儿就当自己黑社会，你们不过就是路边的一泡屎。 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们不过就是路边的一泡屎。我别火了。谁呀？龙哥，想死我！快进来！龙哥，啥时候出来的？我提前放出来的。 提前？那咋不跟我说呢？我好见你去啊！阿伟呢？阿伟，3年前你打断了鲍翔的腿，阿伟他做报复，是我连累你们了。哥，别说那些，往后你有啥打算？ 我想过点安稳日子，踏踏实实的。你这缺人吗？哥，当年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能进去。这样，
我这块现在还缺个老板，你干吗？你小子，我呀有个住的地儿就行。龙哥，你咋有他的名片呢？啊，在里边挺好一兄弟，挺照顾我的。龙哥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孙玉虎，人称虎爷，在北城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呢。龙哥，你这认识他，你来我这干啥呀？你不拿金饭碗要饭呢吗？老弟啊，同名同姓罢了，就是在里边挺照顾我一好大哥。再说了，我这次出来呀，里边那帮人我一个都不想联系。不是，跟你哥想活得踏实点，喝酒了。小妹妹，这个啥？水饺。小妹妹，吃点啥？我小，哪儿小？啊，罩子放亮点儿，这是我们安妮姐。小大姐。哎，文仔，别跟个服务员一般见啊。大姐，吃点啥？把你们这最贵的菜都给我上来，今天本姑娘请客。谢谢安妮姐。哎，你俩知道照片里那个人是谁吗？谁？哎，这你都不知道？乾隆，当年在咱们隋朝年轻的一辈里，他是最出色的。他要不是进去的话，现在呀就是隋城一哥。我那个时候小，天天看他们在这喝酒，兄弟多啊，一呼百应，真的。而且长得特帅，特男人，还特带派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认定了，他就是我这辈子的偶像。安妮姐，你是带我俩来追星来了？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啊。慢慢吃，大姐啊，趁热一会儿等。哎，这服务员长得跟那个乾隆像啊。他小姑娘偶像啊。以后在这条街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啊，提你安妮姐的名字绝对好使，记住了吗？对对，安妮姐说的对。来，过来。行了，姐，别喝了。喝呀，喝来。哎哎，慢着点啊，人瞎呀？怎么的？找事儿啊？眼睛瞎了啊？你看不见是不是啊？你知不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啊？你这衣服值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赔你。多少钱？五万。五万？你别以为我不识货，就你这件衣服，顶多值200块。这衣服分穿在谁身上，穿在老子身上，它就值五万这个价。哼，没钱是吧？没钱陪我们哥几个乐呵乐呵。你知道我姐是谁？乾隆听说过吗？她可是乾隆干妹妹。这小子还得把你踩盆鸡了吧？就是。就算他真的，你只有给我们几个舔鞋点分。放屁！少侮辱偶像！臭娘们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
大姐，喝不了酒，以后别喝了。你们几个听好，我不管你们是新仇还是旧怨，在我这儿吃饭就要遵守我的规矩，千万不要惹事。不是，你是哪个人做？不记得我了？三年前怎么收拾的你们？忘了？他是乾隆。三年前就是他，给他乾隆捶打的。哎呀，你看，龙哥，你出来了，这俺们也不许闹啊！您说话。你这事儿，我以后来这吃饭，不管你了。如果咱们闹事儿，有大人。哎哎哎，好嘞。这两个都是乾隆，这骚人娘。龙哥，他们就是包强啊，之前的那帮小弟，横行霸道惯了，来我这吃饭，一直也没钱。小飞，只要哥在一天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你就是乾隆？龙哥，我们想跟你。哎，龙哥，跟我，跟我干嘛？学做饭呢？我这饭都是耗子里边学的。龙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的故事我都要听出茧子了。三年前你当着抱强二十个小弟的面把他的腿打折，在咱们随城谁不知道你是最威风的。对你们来说那是故事，而对于我来说那是我三年的青春呢。回家吧。龙哥回家，看看你们这个年纪，我都羡慕。大把的时间，大把的机会，该读书读书，该学习学习，该学手艺学手艺，学什么不好啊？学人出来混，看看你们三个这个德行，跟耍狗驼有什么区别？我告诉你们，别等到我这个年纪，才发现自己之前走的路都错了。到现在连个退路都没有。哥，读书太不自在了，实在不愿意念了。读书不自在是吧？就像这杯酒，他在杯子里也觉得自己被束缚了，不自在。这杯酒掉在地上碎了，才发现自己是滩垃圾，连什么时候流向哪儿都不知道，最终啊，只能蒸发了。没事的，龙哥，你只要认下我们就行，真出了事我们自己扛。你拿什么扛？我们。你扛得住吗？我们。回家吧。回家。回家好好读书，这顿饭呢，我请你们了。那，谢龙哥。谢谢你。回家该读书读书。乾隆，可以啊，现在都开始教育起晚辈了。乾隆，你可以啊，现在都开始教育起晚辈了。我说没说，以后走路不要走到我的前面。否则别人会认为你才是老大吗？滚！乾隆，我听我的小老弟儿说那小吃店藏龙过，我这一来啊，还真发现了一个。茂强，你要是来这吃饭，你喝点光荣；如果是来闹事儿的，给我大。听见没有？这么多人摆造型，吓唬龙哥呢！滚！乾隆，你说你出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兄弟好为你接风啊！没这个必要吧？接风是哥们儿之间做的事儿，跟你
没这个必要。行，那我作为顾客来吃顿饭，没毛病吧？乾隆啊，都说你最牛，来，我看看你怎么料理我。把菜单拿来，我看看。拿来呀、啊，生意不做了。给他。哟，这哥几个还不错呀，我越想越来气。我永远不会忘了，我这条腿是怎么没的。你欺人太甚，小饭馆里的蝼蚁。虎，你知道是谁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龙哥在里面这三爷认识的谁？北城虎爷。谁？北城虎爷，你知道他叫啥吗？北城夜晚天黑以后的买卖都归他管，你认识他？那我还认识关二爷呢啊！强哥，我兄弟岁数小不懂事儿，别听他瞎说，想吃什么看菜单给你做。好。糖醋排骨多少钱啊？48块。多少块骨头？多少块肉？2两骨头7两肉。西湖鱼汤多少钱？57块。给我来个西湖鱼汤，黑椒牛柳，拍个黄瓜不要，酸菜血肠不要白肉，再给我来个葱油凉面。一共说186块。黑椒牛柳不要，给我换成牛肉段，再来个炒面，一共多少钱？245块。那可乐能加牛肉？能。多少钱？15块。一共多少？250块。不对吧，钱老，应该是260吧。那10块钱，老熟人了，给你抹了，收你250块。250块。那强哥，这么多人，看来我得多炒几个菜，就是不知道，那强哥能不能买得起个单呢？干什么呀？哥，我听你拍桌子了。你合计个屁合计！我是合计明白我吃啥。你这一进来把我思路都打乱。滚！滚滚滚滚！哎呀，我吃个什么呢？我吃个海鲜炒饭吧。钱龙，我要你亲自给我做。行，你来吧。好吧好吧，吃吧。看门做生意，一点服务精神都没有，这怎么能让客人满意呀、啊？行，强哥，您的炒饭好了，什么用？第一次给人上菜，贵是，你的高度不能超过客人的高度。不懂吗？行，强哥，炒饭好了。哎，等会儿。乾隆啊，你说我这手有点怎么了？不太好使，拿不稳呗。要不你喂我呀？要不你喂我呀？啊啊！嗯。嗯，不错啊。
行，吃饱了，擦擦嘴啊。嗯。行，干得不错，继续保持啊！以后呢，我多带点兄弟过来，给你捧捧场，照顾照顾你生意嘛。行了，走了。哎，对，买单啊！47块，给他100，不用找了。老板，这饭钱是给了。服务费还有呢？服务费？你管我要费啊？好啊，乾隆，我门口还有伙计，叫他们去好好服务。何礼强的，都给我进来！您吃开心了？看见他，我吃什么能开心？乾隆，3年前你断了我一条腿，今天我要让你一辈子轮回。霍强，你就不信我把你那条腿也断了？今时不同往日，知道我在跟谁做事？五爷，就是那个剁一。整个北城颤三颤的五爷，好了，你也跟五爷了？真认识他？我跟虎爷算认识吧。不过你提到虎爷了，我可以不为难你。为难我？你有这个实力吗？赵强，我因为你进去3年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啊！看人干不杀！哥，我不惹事儿，不代表我怕你，是因为你们这帮杂碎不配让我再进去。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滚！干啥呢？你给我上！住手！住手！乾隆，好大的排场，还得我亲自迎接。等我先处理完他的事儿，再处理咱们俩之间的事。好，我给你几天。霍强，看来今天主管的出局，坐轮椅。切！你别太嚣张去了，有本事你让我叫人。好啊，给你亲自叫。叫吧。叫谁啊？叫虎爷呀、啊。虎爷就在这儿。啊？你跟虎爷的？不认识自己主吗？虎爷，原来无恙。别扯这么多理。哎，别扯这么多理，怎么回事？我帮您教育教育不成器的小兄弟。小兄弟？我会有这么不成器的兄弟？啊？他可不是这样认为的啊。哦，
既然冒充我兄弟，那的确是应该教育。乾隆，这事儿啊，就交给你办了。哎，不过你可得办的让我满意才行。放心吧，虎爷。您就是虎爷？啊？你不是说你帮虎爷做事吗？这怎么手下人不认识自己主啊？嗨，乾隆，不是龙哥，你早说你跟虎爷有交情啊！我要是早知道，你别说打折我腿了，你就是让我躺担架上，你也不敢来找您的事儿啊！我跟虎爷啊，不算有交情，就算认识。你胆儿可真肥呀、啊，敢跟虎爷称兄道弟！哎，他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。龙，抓紧时间，别让我等着急了。龙哥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你们俩，我先走啊。哎，往哪儿走啊？强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也不用害怕，我只是想要回我的。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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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龙哥，你说个数啊。总共十分钟，一分钟一万。龙哥，我没带那么多钱呀。强哥，你说我进去了三年，你在外边混了三年，你连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你是怎么混的？哎，算了，用你这条腿盯上啊！哎哎，加上这个，你这行不行？这玩意儿，肉、买菜也有。把这玩意卖了，换个轮椅。以后啊，别来我弟弟店闹事儿，否则我见一次收拾一次。记住，龙哥。等等。哦，这么多规矩，既然人家已经把服务费交了，你就应该把服务做到位，这还用我教你？哎，阿强哥，服务费交了，我就要为你服务到底。不用麻烦了吧，龙哥。张嘴，啊，哎呀，啊，哎，好宝，好吃吗？好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哈。好吃呢，就再多吃点儿。啊啊，哎呀！吃的可太慢了，你忘了吃就赶紧吃啊！强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农民伯伯种粮食可不容易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今天你把这些东西吃完，我就可以走了。吃啊啊！吃。吃完了，吃完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少个仪式。擦嘴。得了，欢迎下次光临啊！好的，没吃够啊，再来一盘啊！啊，好、啊。乾隆，我们的事儿可还没完。虎爷，给我两分钟。我等着。小飞啊，本想着咱哥俩好好经营这个小饭店，
安安稳稳的过下半辈子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不走了，哥欠的债得还呢。哥，你在围棋吗？来，站稳了。俺哥回来接你。龙哥，北城不像咱这边。抛开四大家族不说，底下的各个势力也说我不走。何家、宁浩然，还有那个李浩，哪个都是咱惹不起的存在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虎爷也是三流势力。我担心到了那边。放心吧，哥不会有事的。哥，小冉，我知道你回来之后一直在找小冉。你出事那年他就搬家了。我只知道他现在在北京。保重。哥，记得回来，记得想我。乾隆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让我亲自去接你，还让我站在你等你。反正到你这儿也不差这一会儿。兄弟，真行！有的时候我做梦啊，都想着我们一起在好里的日子。哎，别说虎爷，你胖了。哎，别说这些没用的。怎么出来了没有第一时间找我？是不是瞧不起这个老哥哥？哪有，虎爷？哎，我猜你呀。是想退出江湖，弄个小饭店，再找一个不算丑但也不算漂亮的媳妇儿，生两个孩子，这一辈子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，是吧？嗯。从你出来那天呢，我就让阿星跟着，要不是昨天晚上动手忍下这顿欺负，我还真不想。现在知道了，一步入江湖，一辈子那就是江湖人，根本就不是你想退就能退的。现在有没有想法跟着我哥哥去看一看更大的江湖？好，既然虎爷看得起我这个弟弟，那我以后就追随虎爷。好。阿信，新开的那个酒吧以后就交给乾隆打理，他刚到我们身边，对北城也不熟，你呀多点拨点吧。好的，不用。哎，你们去给你们龙哥弄点新衣服，再找个车。去去去。那我先下去了，虎爷。哎，虎爷，我不太明白。你是不明白我怎么就看上了这个省这里出来的傻小子，是吧？他呀身上有一种劲儿，或许能让我们北城变变天。话总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哎，一字一句像圈套，纠缠总翻不完，谁无理取闹？你的双手谁开刚好的微妙？啊，
拿来。老妹儿，黑哥他不跳，放开。走。不跳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，放开我。你真当自己的公主呢？啊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娃呀！两位兄弟，这个呢是我店的歌手，他不是陪我跳舞这事儿啊，真不行。你呀，我是这家店的经理。经理啊，刚来北城不久，以后的生意呢，还希望两位兄弟多多支持啊。不跟你笑了啊，咱们俩是不同人物，我跟你笑。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个，我是新来的，别跟我提人。不是新来的，好，既然新来的，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北城的水。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滚！这回知道了，玩够了吧？差得远。两位兄弟，看今天这个事儿，想怎么解决？我烂子，给小老弟跳个舞，你最大就行。要不这样，我陪二位跳一个，有意思。好，两位老板想听什么？很多话。喂，两个老师。玩够了吧？没玩够啊！我今天就告诉你啊，以后在北城做事儿给我低调一点，因为你不知道。多大的？大灰姐。哎，他这能不能把这小妞领了？咋换了？兄弟，该玩也玩了，该闹也闹了，这么做是不是太不给我面了？我们长这么大就没给过别人面子。好，王旭。在北城办事的规矩我还不太懂，你们教教我。我刚听说从来没给过别人面子，那虎爷的面子你给不给啊？啊！爷的买卖这是。不，这是我的买卖。王琴，我是新来的，北城的规矩我不太懂。我能不能用我的方式做？别废话了，你们俩一起上吗？呀！在没来北城之前，我就听说这里边人才辈出，想不到真是。你们两个既然这么爱打架，没有打架。这打架都拿东西打人，我查三个数，你们两个一起砸下去，谁不动谁就不是男人。准备啊，三二一，
你们两个是耳朵不好使啊，还是听不懂话呀？我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吗？啊？我给你机会不中用吗？拿好了，你打着。拿完，我给你打个样啊！放松。你们两个我记住了，这儿是虎爷的地盘，从进这个门开始，胆敢在虎爷的地盘闹事儿，就是打虎爷的脸。大点声！听得懂吗？听到了。年轻人岁数小，太冲动，让他们冷静冷静。冷没冷静？把他俩带上去，让他冷静，脑子凉了点。帅哥，不认识我了？你是谁呢？梦里没见过吗？哎哎，别说电话。这么神秘的吗？你爸要么就好好在这唱歌，要么结账走人。经理，你看天这么晚了，能不能送我回家？啊，咱们这可没有接送服务啊。天哥，虎哥怎么找了这么死心眼的人来这儿？龙哥，你这魅力可以。这梦瑶多少人喜欢，人家一来就看上。我眼里可没有他啊，况且咱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。我出去透透气儿。走了，老妹儿。嘿，老妹儿没少喝呀。啊？再喝点儿，老妹儿。你看看。来，你好好唠吧。是我发现你这是干啥的？咋的？大哥，这事不放心。这好像就是五爷身边的红人夏柳。哎呀，金哥，龙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走啊！等等，等等，龙哥，我听说你挺浪漫，哪儿浪漫呢？我大哥，唱歌浪漫。唱一个，跟你想听啥？唱个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。哎呀，你们正撞我枪口上了吗？男人爱潇洒呀，女人爱，直接高潮部分起。男人爱漂亮啊，女人爱潇洒。你俩上那里边唱去，走走。男人爱潇洒呀，那小律师啊。哎，女人爱潇洒呀，男人爱漂亮啊。女人爱潇洒呀。没事吧？男人爱漂亮啊，没事。以后呢，不能喝就别喝，知道吗？那以后你管我呀。行，我现在就不管你。哎，站住！刚才你把我那两个酒友吓跑，所以现在你陪我。我陪不了。
不赔也行，那你把你电话号码留给我。阿信，帮我照顾好他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常联系啊，老板。我俩俩人继续唱啊。男人爱漂亮呀，女人爱潇洒呀，女人爱漂亮啊，男人走了。哥，快递，快递呢？不知道。说女朋友给你了，小冉呢？阿信，出去。喂，没想到龙爷刚来北城就交到女朋友了。挺漂亮的。我们很熟吗？不愧是虎爷身旁新晋的护女啊。没错，咱俩是不熟。我们大哥宁浩然比虎爷很熟。既然这样，你应该了解我。我这样的人不配。龙哥不要的话，我就接着了。你长得可真不错。你说的我都心动了。正好我看看我女朋友长什么样。父亲，这事要不要跟龙哥说一声？先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哎，对了，帮我调查详细了，等我消息。来，大哥，敬你一杯。大哥，大哥，二雷。宁浩然弟弟，乾隆，无名之辈。5000块钱一瓶的酒，尝尝吧。这酒啊，我可喝不了，血腥味太重了。人在我手里，说话还这么硬气。啊，可不是我，天天的瞎说。那通讯录里面的那都备注是老公。我弟弟四处请客管的，但是只能我管，别人不行。我给你两条路：一，给他认认真真的鞠躬认错，或者给一个满意的价格，自己想吧。二雷，你弟弟的事儿还让他自己选。兄弟，我可告诉你。我给你道歉呢，可以，能不能担得住，就看你自己。
哥，你有点钱儿值得呗。你臭色盲，滚一边去！要钱是吧？走。100块，够不够？剩下的，就当请哥几个喝茶了。哈哈哈！王八蛋，你耍我呢？哎，兄弟，我来时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在我这就值100块，多一分都没有。哥几个，别让他今天活着出这个门。来，老公，你在哪儿呢？咱家楼下让一群人喊你的名字，你是不是在外边惹啥事儿了呀？小弟，二呆。别那么大气性啊！虽然我跟你不熟，但是我跟你家里人都熟悉。你家老太太是不是身体不好？要不明天我带她去医院看看病啊？乾隆，祸不及家人，你太卑鄙了！我乾隆虽然刚来北城不久，但是论卑鄙，谁能比得过你二哥？这就是单身光棍的产物。说，这怎么就这么点人呢？这点事儿还要麻烦虎爷吗？我自己的兄弟就够。人呢，到啥时候都有自知之明。像我这样穿这么白，这我虽然不白，但是办事儿绝对没有你脏。像你这种人，拿女人做威胁。不配跟我站着说话，哎，蹲着。以后在北城看见我乾隆，把头低下做。还有你，来我酒吧找我喝口茶吧。我放心了，今天还找你哥来评事儿。脑子太热，你清醒清醒。过来，过来。还有你，过来！大哥，不是我相中的，是他相中的他，没我事儿。我回去。好的，大哥。乾隆，五爷给我看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我教育完你弟弟，能不能教育你？能不能？我就值100块钱。嗯。二来呀，我倒是无所谓了，但是一个小姑娘让你在这扣这么久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你想怎么样？
这样吧，你认他当干妈，干妈跟儿子之间这常识就叫干妈，叫干妈。干妈，大点声。干妈。哎，就通口认干妈，也签个字去。拿着。哎，会写字啊？我帮你啊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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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嘛，好不好？大林啊，以后要是我发现你对干妈不尊重，或者是不孝顺，那我那帮兄弟得这好好教训。把身子清场。啊，你过来吧。哎，不是我说天楼，我在那几天你就是一百块钱，一百块钱不够我，我再给你更多。要不说等你开门，你先接着。闹够了吗？有完没完？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也看到了。还有，我不是你们女孩子心目中的英雄，我是一个混蛋，明不明白？我救你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因为你是我店的女歌手，仅此而已。你不是混蛋，秦龙，你真的不记得我？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年春天。就你啊！以后在学校见老娘绕道走，听没听见？妹妹，怎么总是找老师打我们的小报告啊？少在学校跟那男生眉来眼去。啊！干啥呢？啊，上学不好上，学霸凌啊，老师怎么教你们的？你还回去。我不，我打的就跟他们一样了。以后不许欺负他，听见没？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你都不认识啊？乾隆，我叫你干什么呢？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你是校花小冉的男朋友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没有机会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想让我再试一试，看看这回自己能不能行。现在看来，我还是没有机会。梦瑶，我是一个好女孩，但我。我很抱歉，这么多年我的心里始终有个人走不出去。不过你放心，在我酒吧工作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欺负。乾隆，你不想知道小冉在哪儿吗？乾隆，不想知道小冉在哪儿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可能早就把我忘了。再说我这样的人，你是好人。小冉就在北城大学读大四，如果你还放不下，就去找。
虎爷，我马上到。虎爷，哎，坐。听说虎爷新收了个兄弟，可以说是门中龙凤，天天上来就给我弟弟认个干妈。要这么论的话，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你降一份说话呀？乾隆，怎么回事？虎爷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认得当干妈？哈哈哈！年轻人嘛，办事啊，难免出点格。阿心，这点心意你给二位带回去，告诉他，哥说了，以后店里的生意还得靠他多捧捧场呢。虎爷，我差你这点钱呢，我就想给你提个醒。兄弟不管教，以后可是会吃亏的。乾隆，还不快点给你浩荣哥一个不是？虎爷，我没错。虎爷，你就这么管你兄弟？乾隆，没错就是没错。浩然哥丢的面，我现在就给你还我。我的面子就这么好还吗？那浩然哥想怎么样啊？按照我们北城的规矩，喝杯了事茶吧。哦，喝吧。行，那茶也喝了，那这事儿就这么了了。主爷，好不容易收了个这么好的兄弟，人年纪轻轻的。这个就不烦劳你费心了。乾隆，我看看。你还真是个硬骨头。怎么，今天我没向着你，你觉得受委屈了？没有，胡爷。只是觉得这个钱花得太憋屈了。你什么时候眼光变得这么浅？今天赔钱道歉不是歌颂，而是因为有的人你就没有必要跟他较真儿。宁浩然的实力虽然不怎么样，可是他为人处事很不地。你说他要是找人天天晚上去你店里闹，你的生意还做不做？哎，虎爷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他好歹也是个大哥，净做一些下三滥的事儿啊？他呀，就这么点本事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是见一面打一次，还是直接把他做了？有的时候忍一下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是生意人，不是亡命徒，跟这种小鬼计较丢的是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今天出事的是你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知道虎爷您心疼我，我先回酒吧了。何伯虎爷，
阿新呐，陪我去趟北城大学呗。去那儿干啥呀？进修啊？啥进修？找老相好去。哎呀，我说哥呀，这都三年了，人家记不记得你都两说。再说了，北城大学富二代可多了去了，没准啊，小冉早就找了个有钱的。不、哦，他不是那种拜金女。哎，现在这个社会就没有拜金女的说法，人家不拜你，只能证明你拉胯。等你有钱了，人家美女都围着你转。你就不会觉得人家拜金？我跟你俩闹不了。哎，不，痴心哥都发话了，咱也得让你俩见一面，是不是？给我坐。哎，我说，这么大学校上哪儿找去啊？喂，哎，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吴先生的二舅，啊，刚从老家来给他带了点东西，好好，谢谢老师啊，嗯，好好，老师再见。你看，这不查着了吗？学什么生物工程三号楼，厉害。哥，咱俩有点干等啊。那你说咋办呢？哎，就你这样的还处对象？哎，美女，留个联系方式啊。可以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还挺好听哈。一会儿帮哥忙呗。什么？哥找个人。找谁啊？吴欣然。吴欣然，行，我去帮你问问。啊，你快点的啊，你找着哥到时请你吃饭啊。嗯，快点的啊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好看呀，学点儿。看不出来呀，你小子还挺有魅力。嗯，你看。哎，我说，你找人能不能找一个好人呢？我又不跟他处对象，等着吧。不，我说大哥，一个小时了，能不能问问呢？等我给发消息。哎，老妹儿，找没找人啊？哥等你半天了，我拉黑了。等哪天我再碰上他，我非让他们收拾。行了，走吧。我也没有十分想见他，我来散散心。乾隆，乾隆。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，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。乾隆，真的是你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北城啊？我，刚出来就去你家找你，才知道你搬家了，我还以为下来。他谁呀、啊？乾隆，是我。啊，知道，是你那个老板上前男友。不是你咋说话呢？小冉，这位是。小冉这个名字是你的店了。这位是我男朋友何世飞。你好。你这种人啊，最好叫我和尚。我还以为什么人中龙凤啊，那小冉跟你三年，今年一见不如此。我哥们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。小冉啊，我追了你三年，你才来正面看我，
想不到啊，我这上面的这家伙原来是一个老板放。你说一遍试试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只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看看小冉。再说一遍，小冉这个名字你不配叫，你得叫他胡西兰。哎呀，那组里面放出来有车的，是不是遇到什么没错事了？这车不是我的，是我朋友的。是你的？我的车一个轮子的。是，怎么能和何少宁相比？你有工作吗？我在一间酒吧上班。北城整条酒吧街挂了彩，以后记得没饭吃。这个就不劳何少宁费心了。哼，小冉，我只是过来看看你，知道你过得幸福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小冉的幸福跟你有啥关系？老板吧。啊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你们这样的渣渣，为了你们，你多花点钱，敢动我一下，再坐十年大牢。我警告你，再骚扰我嫂，摘了你港号。乾隆，这三年你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还是一个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莽夫。我们之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我怀疑你这大学白上了，你们好赖风清。走，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讲。哎，没看出来呀，哥，你还是个走纯爱路线。别闹了，要我说呀，这孟瑶比小冉强多了。你俩凑合过得了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没毛病？龙哥，不好了，酒吧出事儿了。你知道在这条街得听谁的吗？我叫小贝。宁浩然，那是我哥。我在哪儿喝酒，谁敢看我？你敢吗？哎呀，我说您是浩然哥的兄弟，不就没有中午了吗？你的地儿不错，我还会再来。等等。喝吧，乾隆，别以为虎爷罩着你。我说，哎，是不是秀子给你给多了？啊！可惜了，这么好的酒啊都扫了。那没关系，今晚他出钱。多少钱？上打个折。18,800元。啊，浩然哥的兄弟怎么能打折呢？那不打浩然哥脸吗？不是。哎，那也不贵，26,666。拿钱吧，小贝哥。少了点。小妹妹，
行了，既然你是浩然哥兄弟，那怎么着也得给点面子。咱下次到我这喝酒啊，带走。好笑吗？我笑你啊，白天那点邪火全撒他身上了。好了，胡爷。龙哥，胡爷找你。那好家伙，梅玲，想我了吗？等等，付钱。什么？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好像没听懂啊。我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来我这喝酒就要付钱，我定的规矩。跟我提规矩，你配吗？我叫乾隆，我也不知道我配不。早就听说过龙哥，那可是虎爷身边的红人。既然遇到了，是不是得喝一个？哎，喝了这杯，今晚的所有消费由我。龙哥就是是个人。龙哥，下次啊，有机会再一起喝酒。哎，别改天了，就现在吧。阿信，把咱们店里最好的酒拿上来。老话说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既然你这么讲究，不能白喝你，必须十倍。开始吧。喝酒。和尚，我真喝不动了。来，喝了。和尚，喝了。和尚，今天心情不错呀。哼，看到你事情大了。那我给你唱首歌，你看。我来。你也不要。和尚，他是真的喝不了酒的。他喝不了。把这酒喝了，今天再喝。好，来，你喝一瓶，我今天就下一瓶。这买卖，和尚，谢谢你今天捧我妹妹的场，但是我今天真的喝不动了。你要喝，我给你喝。我给足了你面子，你是不是也得给我面子？行，不要在这干了，去我的酒吧吧，工资翻倍。我心情好的时候还可以上去做等流。排多少号了？还是八号吧。和尚，我在这里干得挺好的。那继续喝。我说停才能停。和尚，我真喝不了。啊啊啊啊
啊！把他给我带走！好，我知道了。乾隆，这个何少家是什么背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虎爷，他老子何金银，在咱们北城啊，也算一号人物，但不至于得罪不起。的确是得罪得起，可是为了一个酒吧歌手得罪他，值得。虎爷，如果连咱们自己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我以后怎么活动？谁还会跟踪？另外，我跟这小子之间还有点别的事。好，既然你要干，我就支持你干到底。反正我们都是要做大，这个何家早晚要面对。谢谢。不是你搁哪儿找的？这市场部的吗？市场部的，你瞅这一个个的，啊，哪个像好人呢？知道些市场部的，不知道啊，还以为催收部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冉要是嫌弃我，都是你们害的，滚蛋！听没听见？龙哥让你们整容去。哦，对了，在那儿等着，别走。哎，对了，东西呢？哎呦我去，忘了。大爷，你来，小孩，你好，快，干啥？你好。呀，你谁呀？我找一下何世飞。何世飞，你是谁呀？何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？我叫乾隆，我叫乾隆呀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龙哥呀！坐好，我去叫何少。哎，我说这挺大呀、啊！哎呀，比咱那好多了。这一天流水得多钱呢？哎，问你呢，一天流水多钱呢？哎，你好好学学，你看看人这，看人这风光，看人这格局。不是，哎，上次他给我一巴掌，没找你算账。昨天你下了小妞，你给我来这一些，说吧，这是怎么抓？何少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梦瑶啊，是我妹妹，年纪小，不懂事，爱冲动，有的时候上来那劲儿啊，嗯，连我这哥他都打。我今儿来啊，就是给您赔不是的。带着钱来，这钱遇到真好。来了，上酒，来个龙哥喝两。昨天在医院，大夫死活不让我喝，这给我逼的。来，我陪你。哼。说吧，今天带着钱来，想怎么整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何少。这里面是50万，
只要你把我妹孟瑶放了，我再追加五十，算我个人的意思。完事呢，带着你这帮兄弟，我好好给你摆上两桌，让我妹当面给您赔不是。这一来呢，是你头上的伤；二来呢，是你的面子，你看行吗？今天我就把这钱给收了，我以后该怎么分？和尚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啊。是不是以后谁有钱就给我踩我两下啊？让我赠你，拿给我两个啊。和尚，这个事儿呢怪我，我当哥的没教育好。那你说这事咋办？都听你。好，听我的。来，你来。憨妹砸我一瓶子，今天你也替我打他一顿，然后咱们再看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砸他你怎么还给喝了呢？我这面子还不如这个破酒是吧？我的酒。我靠，神经病啊你啊，吓我一跳。和尚，这位酒。哼，你喝这口是吧？来，你给我把那车酒给我推过来。来，兄弟，这整车都是你的，收起来。我替小妹给您赔个不是。来，继续。啊，和尚，这钱也谈了，我兄弟也伤了，要不你说个数吧。说个数？没数。你妹找我一瓶子。给我一巴掌，这就不是钱的事。我听说和尚你女朋友不少，这事儿小眼知道吗？啊，那个，哈哈哈哈，我追了他三年才追到。没事，咱这俩也不算认识啊，等我给他破了再还给你。你一个劳改犯应该不嫌弃这个吧？哈哈哈哈哈。到时候咱俩也能入个年金啊。没事啊，咱哥们也不投降，你来承担嘛，不是吧？啊，龙哥，这个拿回去。何少，这不合适。合适。何少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这次来就是专门给你道歉的。兄弟，来，拿着，拿着吧。行，龙哥，你就打电话，我把门给锁，你是不给送啊？喂，人怎么还没送到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这事本来跟何少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带他去见龙哥的。他脾气太烈了，他跳车了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别跟我解释，跟我真没有关系，我只想问一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没有关系，这是我姐，我不是姐，不是，跟我没有关系，受不了了。你还有脸问？你还有脸问？我早就想要我女儿不干这事了啊！可他说他跟他好大哥一起干。
他信任你，说你能照顾他。你照顾啥了？你照顾啥了？你照顾啥了？我问你，你怎么照顾他的？这事儿，龙哥，这件事情全是意外。哼，可以是，也可以不是。哎，和尚，你交往过多少个女朋友？二十几个吧，记不清了。行，钱呢，就不用你赔了。把这份合同签了，按照合同上的名单，每个女孩一人赔10万，然后呢，再登门道歉，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冉不用啊，你不配。小龙，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签了这个，我以后还怎么混啊？要面子？刚好啊，这儿呢也有一个要面子的。倪总，这合同你是签呢还是不签呢？我签你大爷！你告我签了，别欺你太甚。好。爹、啊，干什么你们？我给你3秒钟时间。屁！3、2、1，不签。阻止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算了吧，签了你就告了，你会后悔的。和尚害怕了，他这人呐，在市场欺行霸市很多年了，我就劝他，我说你也赚够了，让那些真正赚辛苦钱的人过点好日子，成天收保护费，是不是？他不听啊，非得犟。老李啊，签吗？这样我也不签。行，换条腿来。好，站住！哈哈哈哈！和尚，你要是有他这个刚，你可以不签。我呢，是进去过3年，但是跟你们这样的人比起来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挺善良的，不使点手段，怎么能斗过你们这帮衣冠禽兽啊？那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可能跟你们是一路的？以后找女朋友了，来我这报备，听懂了吗？滚！往前瞅啊！哎哎，你那腿那不是被压了吗？看我的，看我的，看这腿！看大彪，你看大彪，啥不行？秦龙，你给我站着！哎，你说你跟谁学的？说跳车就跳车，跟你学的呗。对了，老板，嗯，我这也算工程吧。你这当老板的可不知道关怀。哎呀，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忘了。阿西，你帮我照顾他，你先走了啊。哎，算了，龙哥呀，痴情，只可惜这情没吃在你身上。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欺负，要不咱把这事儿找老爷子聊聊呢？还不至于到老爷子那，我能解决。咋解决啊？我兄弟小贝前两天刚在他那吃过亏。你记得上次他是怎么情绪失控的？不知道。折磨前女友这事，我最在乎。
何总，你不会真想把吴熙然给破了吧？这，哼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我要把他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哦，对了，你公司不是要招什么实习生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小兰，嗯，你这不是准备毕业实习吗？我这边给你找一个不错的公司。嗯。小子，评给你了啊。龙哥，我给你查清楚，何少最近确实没有在骚扰嫂子。屁嫂。不过最近好像找了个实习的工作，你猜老板是谁？谁？宁浩然。而且帮我走一趟。干什么？这事大了，这几天听我安排。哎，这个星期可第三数了啊！哎，下回可别跟我说了。送你花那人最近在北城混得可风生水起啊！我不稀罕。人家小冉要求高着呢，没归纳行啊。送你是送白莲花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咱们这波实习生里啊，要抓一个转正的。嗯？啊！你过来，过来呀！干啥呢？啊？是他吗？我可没你那么低的品位啊！去一数啊！跟谁俩说话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品，但绝对不能侮辱我的品味。你俩给我等着，等你啊！撤撤撤撤撤撤！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，小冉！我说你们女人也真是绝情，那三年的感情能奢望的吗？天龙，咱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你别找我。哎，走着走着不就成一路了吗？哎，你上哪儿啊？回宿舍啊？我送你。小冉，小冉。小冉，算了，龙哥，你不行啊，这样式的。那好比不理我强吗？要不来找几个兄弟，我给他找几个兄弟，找几个兄弟，行，找几个兄弟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女人谁都不愿碰。兄弟也不行，走了都，明天继续。快来呀，明天啊！
小冉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你自己写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老板，这份不是我签的。别跟我解释，你要是再写这个，你就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我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干的。一百支玫瑰花，其实啊，你不用天天来买花，你要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，你直接说就行。我还真有个事想对你说，以后啊，你这个花店只能卖给女孩花，不能卖给男人，账你记在我身上啊。好了，哎，小冉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老板对上个报表不满意，所以我要重做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没事儿，那我陪你一起改。哎，老板，这么晚了你也加班啊？照顾一下新人嘛。好，那我去给您泡茶。新人嘛，虽然面子大，理解。谢谢老板。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啊，有时候就是死心眼。其实讲究进步的方法有很多啊。你看看人家可乐。老吴啊，你想不想进步啊？告诉我，想不想进步？老板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做都不做一下，我怎么对你好？老板，我不做了。行啊，你身份证和学生证可都压在我这儿，我回头再给你们学校写一个你实习不合格，看你怎么毕业。要不说你们这些大学生都是死心眼儿，这眼睛一闭一睁，这一年的工资可就到了。小冉，这种机会可不是谁都有的呀，那宁老板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？小冉，你别冲动啊，你也不想闹出人命吧？你有话好好说，让开！废物，你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吗？我没和他过不去，是他招惹我。你干什么？我也招惹你。我听人说你还要让小冉长长记性，长记性了吗？长记性了吗？长了吗？我有很多种方法让你长记性。龙哥也不想逮你，龙哥也不能对你动粗，那不是龙哥的。但是你记住，小冉是龙哥的女人，龙哥不允许她被欺负，你知道吗？不允许她被欺负。喜欢喝可乐。我让你喝个够。
在我回来之前把这些喝完，要不然我让你好好长长地。事办怎么样了？好，等我。小冉，你别跟着我了，除了给人添麻烦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被人欺负，你能帮我吗？我除了这，你能管我吗？你别烦我了。小冉，我能帮你。滚啊！我给我办件事儿。他在里面，里边有几个人，应该不对。啊，阿美，拜拜，明天见啊！好，明天见，注意安全啊！嗯。你叫可乐，听说你是小冉的同事，那既然是同事，你为什么跟他过不去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干什么？看来你们两个合作的挺愉快的。啊？这么快就忘了？浩然可是忘性果然大呀！但你欺负小冉的事儿，忘了吗？你再找找弟弟。Thank you.
住了，小冉是我的女人，再敢欺负你，缠手指的位置，我都给你绑上杀了，明白了吗？大哥，这回给俩凑齐了，让你俩长长记性。我看你俩明天的表现啊！小冉，对不起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这是公司，注意一下影响。小冉，你对不起，你工位上的字儿啊，是我干的。你被弄错文件，也是我搞的。小冉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人。我也不是人。虽然说我是你们老板，但是我私下没少欺负你们女员工。我就是个混蛋。他是混蛋。对了，小冉，你要是想继续的话，总经理你来的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要是想走了，我把重点。我再给你补一年工资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哎，求您，哎，原谅我们吧，原谅我们吧，原谅你们了，原谅你们了。哎，你得谢谢我。你这么厉害？我不厉害。他厉害。这三年你的变化其实挺大的，以前随便在街边捡几朵花送给你，你都会很开心。现在听说追你啊，得用白莲花，来送你。你倒是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。没办法，有时候不把自己弄脏，就没法维护你的清白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吗？那你得把这三年都补给我。好。废物，我那里干啥呢？啊？那里去给他戴绿帽子，你给他是切空间去了？和尚，我没想到天牢那小子，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你们这群废物，我才会被那个乡下来的臭小子欺负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本身就是一坨屎，所以身边才会招来一群苍蝇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整天玩这些小孩过家家，还怎么继承我何家的生意？算了，爸最后再帮你一次。怎么帮？刚好吴心染的父亲和我们家族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，我听说他还很孝顺。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女儿是什么身份？她可是北城大学的高材生。你呢？你就是个劳改犯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啊？往哪儿搁？爸，乾隆他小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吴叔叔，我曾经确实走过很多错，但我现在一直在改。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人才配做你吴家的女婿。从有这样的人，可惜呀、啊，你这辈子不行了，下辈子你试试吧。何大爷。我已经跟何老爷给你们两个人定过亲了，你们本来以前就是男女朋友，现在让何老爷无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爸，他就是个人渣，他就是一个玩弄女人的畜生，你怎么能让女儿跟这种人在一块儿？老吴，你的家教挺好的，
什么叫东西？你连我的话都不听吗？小冉，今天这个场合，如果你想走，随时都可以带走。卖叉子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喂，爸。听说你跟乾隆又在一起了？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好久没见他了，晚上回来一起吃个饭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小时候去你家呀，比去我家还熟呢。吴叔叔，坐吧。吴叔叔，这是我给您带的补品，您身体挺好啊。我很好，但是你好像是病了。我没病啊，我也挺好的。你有精神病，不然你凭什么觉得配不上我女儿？就这么几个人吗？小冉，我答应过你不用暴力解决问题。哼，那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是什么方式解决。别打了，乾隆，快跑！爸，小冉，你要理解爸。你要是能嫁给何少爷的话，何家就终止合作了。那爸爸，你就轻松放场了。乾隆，快走！别走，小冉，我等了三年，我们才可以在一起。乾隆，那都是过去了，你走吧。我现在是何少的未婚妻。嘿，来了啊，把他给我扔出去。我自己走。心该往哪里游荡，是谁划走我们的船，能让一丝心的向往一直以为自己能够起航。夜晚的美有多长，思念情绪在发狂，风筝一辈子只会。老板，有人找你。告诉他们，我谁也不想见。我想你应该见见他们。所谓天堂，我站上了翅膀，你却像风一样。龙哥，别让我出去。回归到信仰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来吃饭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不欢迎我可以，那他呢？你不欢迎啊？没想到啊，老百万在里面学的手艺，做的饭菜味道真是不一样。长岛冰茶，请慢用。谢谢。
好，上来。怎么的？他比我有魅力呗？不是，你是我的未婚夫，没有人比你更好。来，给我尝尝。这不是苦艾的味道？你不知道最不喜欢苦艾酒的味道吗？你怎么敢起嘴的？你不知道我最不喜欢有苦艾酒的味道吗？怎么敢起嘴的？错了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看着我早点死，好找你那个老情人去啊？啊？是不是？我管教我妻子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跟我没关系，但是在我酒吧不尊重女性。跟我再说了，她是你未婚妻，她不是你妻。谢谢。多少？你怎么开车的？美女，你瞎呀？啊，这么大个车看不着吗？大哥。这车刮坏了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宝贝儿啊。哎呦，你把我的宝贝儿刮坏了，你赔得起吗你啊？多少钱我赔你。哎，我说用钱赔了吗？啊，你把我的宝贝儿刮坏了，那就你做我的宝贝儿来接。你放尊重点。哎，小妞性子还挺烈啊。来了，给我抓回去，反正好好瞧瞧瞧瞧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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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你谁呀你啊？她是你老婆呀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滚一边，也别耽误大爷今晚的好事。我呀，就是单纯看你们几个不爽。啊！陈龙，随便走走吧。乾隆，对不起。没必要这么说。其实那天晚上，过去的事儿不要提了。乾隆，行了，行了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疯了头，原谅我这一次。看来你这个劳改犯也不是啥用都没有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就算是你救了小朗。这样吧，再帮我一个忙。是他吗？哎，我限你十二个小时之内离开，不然我见你一次，非弄你一次。滚！你看。你拼死拼活要办好的事，我勒勒手指就完成。以后啊，保护小朗是我的事，没必要让别人代劳。哎，等等，明天我在台球城有场比赛，希望呢能够可以闪光，给予感谢。
就待了，为了我的女人。好啊，我等你。贺军安排好了吗？何少放心，人我已经埋伏好了，我让他有来无回。我说的是虎爷的事。已经搭上线了，只要虎爷点头，整个北城的酒吧、KTV 和夜总会，就都由何少你来管。好，何少，乾隆现在是虎爷身边的红人，你这么搞的，你呀、啊，这辈子干不了大买卖。何老爷，乾隆不过是我身边做事的一个小弟，我们之间的合作并不会因为他与贵公子的矛盾而有丝毫的影响。虎爷，此话当真？当然，我们是生意，别人做生意的原则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的原则那就是赚钱。难道真是神经病算人中龙凤吗？四宝，你给我搞砸了啊！合作放心。皇上，晚安，有必再放。急什么？来都来了，敢不敢玩一把？好啊，怎么玩？一局定胜负。你要是赢了，我把小脑还给你；你要是输了，俺的小命。开始吧。看来今天你得撂这了啊！我看未必吧。哥，何少言而有信呢。漂亮啊！可惜呀、啊，啊，你也没说有时间限制啊。我说有就有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今天。龙哥，怎么是你？快来，快来！你在找他是吧？何少，看来别让何少失望。我想走，还没有人呢。慢慢玩吧，两位。乾隆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其实那天晚上我……吴叔叔不管做出什么选择，他都是你的父亲。如果我的父亲在，我相信同样他也会这样做。爱一个人并不是要厮守一生，而是默默守护就足够了。乾隆，再见，保重。
虎爷那边进展怎么样了？合作的事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那件事呢？何少，你是真搞不懂，这吴家这点资产，你是怎么看上眼的呢？我只不过是想让游戏更好玩一点。你真不会以为会娶那个毫无情趣的女人吧？哦，对了，明天我跟吴新兰的订婚仪式，你呢，去给那个乾隆也发一份邀请。乾隆，王哥，真打算去？出了事儿，除了我，谁能保护了我？走了。今天借这次大会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则好消息，那就是明天是我跟吴新兰小姐的订婚仪式。好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一则坏消息要通知各位面前的文件夹，都打开看一下吧。你，我一直很努力的在做一个好大哥，但是你竟然背着我干嘛？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早就知道，但是我没想到，我问你啊，你不是就是把他带出来。妈妈，他是谁呀、啊？我不认识他。姚可欣啊，自己的孩子都不认得，这不就是之前跟这个劳改犯的孩子吗？你血口喷人！首长，别再说了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。怎么走了？怎么不把你带上啊？你看看。这就是你眼睛最爱你的男人。何少，何少是小冉他一时糊涂啊，何少。何少，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何少。老头，你看这什么颜色？黑的呀。我怎么觉得是绿色的？你女儿给我带了这么一大堆绿帽，按咱们之前的协议该怎么办？和尚，我别说了，三天之内这产业等闭。和尚，你让我再跟小冉谈谈吧。和尚，和尚，那可是我半辈子心血啊。和尚，浩然，我要停了停了。不要，和尚，和尚，不要，和尚，和尚，和尚。小冉，想不想跟我看一出好戏？虎爷，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。虎爷，什么？我等这一刻也等。乾隆，你怎么在这？你的记性这么差吗？你不是来谈北城娱乐业的合作项目吗？就凭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啊？啊，当然有。因为我已经将旗下所有的项目全权交给乾隆来打。虎爷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乾隆是你底下一颗棋子，你谁敢告诉我的？啊？
咱们听到的故事版本不太一样啊。看来我带你来北城是来错了。为什么？本来我是想带你看更大的江湖，可你呢，心里只有一个女人。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何谈江湖？懦弱是最无趣的理由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失去的东西你到底想不想拿回来？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旗下所有的生意都交给你打理。古云，我何德何能啊，配得上你这般对我？我早不就说过，当初在号里的时候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可以不这么安全。还另外，我想，古云，古云，你怎么了？我时间也不多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一年前发现的。还有多久啊？差不多两个月吧。我之所以把你叫到身边，就是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枭雄之气。我现在呀，梦想是没有时间完成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把这条路走下去。何家那边的烟雾弹我已经放了，如果从今以后你要是想在北城站住脚，甚至你要是想当城主的话，一定要从灭了何家开始。签合同。合同都签完了，来一杯啊。秦龙，你藏得够深的。是你一直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吧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三件事。这第一啊，你将会失去何家少爷的身份。第二，你会穷困潦倒，一无所有。这第三呢，连自由都不配拥有。在还没签这份协议之前，我也许会有些顾忌，但是现在就能挡住我啊？谁？整个北京的娱乐业都在我的掌控之下，下一步我们何家会成为北城首屈一指大家族。出了门，我说的话就会应验。想搬迁给上门是啊，欢迎进去办。不想搬迁的，先给 1.2 的价格啊。如果还不走的话，那另外拿去处理处理。怎么，我没说清楚啊？什么意思？何少，
你不走，我们大伙的筷子可就全都砸了。我们最大的两家 KTV 都已经被虎爷接手，其他的产业也都……而且老爷知道这消息后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，所以这个决议我不同意。我们两个持有何家 60% 的股份，有权罢免你的总经理，并且出让你的全部股份。不管你签不签字，决议都将生效。我们只是通知你，而不是要求你同意。老赵，第一件事儿就应验了。正好我想出去外面清静清静，你收了我所有产业的钱，最终还是落到我的口袋里面。你做的这一切你就是为了那个女人吧？啊，没事，算我傻你。而我现在呢，我拿着你的钱逍遥快好了，把账户上所有的钱放现金，快！还有，再帮我订张机票。老少，火急火燎的要去哪儿啊？你管我啊，本少爷上上心。散心呢？兜里有钱吗？肯定有啊，都已经到站了。和尚，你名下的财产都被冻结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些啊都要归功于小冉。单凭拿走何家的股份是扳倒不了何少的。我知道，这是我搜集的何少掠夺我父亲财产的证据，足够他在里面待一辈子。钱是有了，花不出去，看来我说的第三件事马上就要灵验。行了，咱俩夫妻一场，我去做那个，我不想做了啊。大哥，啊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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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谁呀？龙哥，老弟，我要带你去北城打拼天下。好，龙哥，带我一个，我傻强。